交由小强爸来帮大家介绍一台超级便宜的百万级国产休旅车——纳智捷 U7。那这台车呢是运动版的，然后它是限量的哦，所以你在外表上看到有什么不一样？第一个铝圈，然后再来是它有全车大包车踏板等等的。那它的内部的空间也是有些许的不一样。那小强爸来帮你做介绍。那这台车呢，只跑5万而已，很新。那只要40多万就可以买到，还可以全额贷，是不是很划算？这台车算是同级距来讲，是最划算的啦。那我看看里面吧。现在带你看到的是内装部分，虽然它是2015年，但是它都是很新，然后没有什么抽烟啊，或者是坏习惯，或者是有什么破损啊，都没有，非常干净。那这台车是特色的运动版，所以它有专属的 Sport 加红黑色内装配件，那一般的是没有的哦。那再跟你介绍一下，这台车呢，它是原厂保养记录的，那里程只跑5万而已，它一样搭载了纳智捷最夯的嘛科技配备，像环境啊一些配备都会有，但就是开大车的时候会比较安全一点啦。然后这台车是新款的，所以它搭载第一个它有电子手刹车，你说是触控型的恒温空调的一些资讯的配备也是用触控这样子，还有天窗这些功能都有，然后原厂也有配那个行车记录器，基本上该给你都有给你了，还不错。然后我们看看后面，小强爸，你现在带来看到的是后座部分。那这台车大休旅车，那后座一定要够舒适嘛？纳智捷的座椅用的材料还不错，然后很舒适，然后又有搭载后座出风口，所以你在后面坐的时候算是蛮舒服的。那如果家里有小朋友，这台车有配 Isofix 哦，可以满足到一般大朋友或小朋友的一些需求啦。对，那帮你看后车厢，小老板，现在你看到的是后车厢部分。那这台车呢，算是顶级款运动版，所以第一，它后面一定会有它的 Mark 跟它的Eco Hyper 的名牌都会有，然后这台车有搭载电动尾门，给你看。你看它开的比较慢，所以你要在反应的时候也比较安全一点。哎，然后妈妈要买菜啊，都可以用按的，或是说用遥控的方式都可以。这台车它的后座空间算是非常大，然后后座椅子可以做六次分离，然后可以做运用这样子。底下部分的话，它的一些换胎工具都在，就这样子。那我帮你看一下引擎室部分。好，现在看到的是引擎室的部分。那这台车呢，它是新款搭载 Eco Hyper 的 U7， 所以油耗部分的话，我相信不用太担心啦，因为这台车基本上没什么缺点，或者说有什么毛病都没有。然后这台车我们也做了第三方的认证，你可以看到螺丝还有一些板件都没有换过，都是原漆板件，其实说它是原厂保养，车况有保证。那买回去之后都可以去原厂查资料哦。小羊宝先帮大家来做个总结，这台车呢是2015年纳智捷的 U7 运动版。那这台车有搭载了新款的 Eco Hyper， 你是说它是运动版，所以它有第一个大包啊，很帅，然后内装有红黑色的搭配，然后是原厂保养的，只跑5万而已。那新车价115万，那我现在卖只要卖45.9万，很便宜，欢迎大家来抢购。有兴趣的朋友欢迎私讯小羊宝，或是可以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。那我是小羊爸，下次见。实在就是 SUM。